现在我给 Jeremy 出一个题，出一个题，题这个题是非常非常 hard 的，对，是四年级的内容，内容，然后 Jeremy 他一年级嘛，对啊，然后我们看一看，你知道什么吧？对啊、是这样的，你看这个去了，然后 Jeremy 自己算，我看能算出来。我自己算，其实是这个题，就这个题，就是这个题。我们不知道答案，我们不知道答案，所以我在弄公式算不出来。对，你看，这个是上一个题，这是上一个题，我再弄。对，我们不管这事了。现在，我现在觉得我还有名啊。因为我写我的名字也写现在什么时候？哎呀，快点吧！这个我觉得那个我会觉得更有名，对吧？来吧，你就把算出来才有名，你不算出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删掉，重新录新的了。快点 ，Let's go！ 所以，天。也算这个，我其实我不要算那个下面的，因为我觉得太大了，所以我这还是算上面的吧。所以我要把这个弄得一样，六，所以应该是。六乘以三，这边应该是这边乘以三，好像这边小乘以三，十乘以三，写出来这个，然后这边三，所以乘除差不多就是，三乘以六，我其实剪头发了，你看出来了吗？看出来了。然后六，如果这边乘以六的话，也乘以六，那这边也下乘以六，六乘以六，到底是三十六，不太对劲，但是还好。然后这个就是更。更不容易了，就是这个需要更长地方，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乘以三乘以六，两个都小乘，然后五换，我可以更长，但是还是别的吧，一乘以三，如果五乘以一的话，当然也就是五了，我再出来就一直弄的是不行的是的，然后三五，然后再乘以六，就这么安静啊，现在。我要算了，但是六乘以三能到什么？现在的三四一十二，三五一十五，三六一十八，十八，然后十乘以三就是三十，然后三乘以六，当然也是十八，都写十八的好吧？然后六乘以六三十六，然后这边。这边五乘以三，是不是如果五乘以三或者五乘以六是不是这边答案还是一样的？对，写成哪个都没关系。我觉得还是五乘以六吧。Exactly。五乘以六等于三十，三十乘以三等于九十。对。哇！九十这么大，对啊，这九十比十八还差几倍呢？对啊，哇哦！现在要看谁
更小。对，谁更小？现在如果在上面的话，如果在上面，谁更小？谁的数更小？上面，如果是上面的话，那谁什么的数，谁的数更小，谁的是更小的？如果在下面的话，谁的数更大，就是更小的；谁数更小，就是更大的。所以先是小，先是，现在是我们在弄下面的。下面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什么？我刚不小心抽了，没关系，但你本来也知道。对啊，下面的话，如果是更大的话，就更小。嗯，重复了一遍，因为我怕你们没听见。对，那现在谁最小？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一，我就用这个吧。嗯，这个星号表示第一。第一。就是第一名，就是最第一名，它是就表示最小的，因为我们要从就是从小到大排，从小到大排，所以这个一二三。如果你们不知道我们啥意思的话，那就像这个吧，一二三，这个数最小，这个数第二小，这个数最大，这个数最大。嗯，好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耶！而且如果你想知道，这个故事怎么讲的话，你先过来看吧。就是你看，比如说你在看那个一个几个小孩在吃披萨。嗯，在分披萨。在分披萨，然后，这其实就是下面的地方。对。如果小孩更小，如果小孩更小的话，更少的话，那每个人分的就那每一个人每个小孩分的披萨就是更多，对，其实也是更大，对，更大 means 更多，对，所以这个小孩最多。九十人就分18个，对啊，那么点儿，他最少了。所以才最少，还差几倍呢。对啊。所以他更小，他更小。对。如果他的话，那他是第二，就是18，18和36，好，如果每一个披萨有在。这么大的话，那好像每个小孩的披萨差不多只有这么大了。对。好。Oh, even smaller than that, 有可能这么大呢。对啊，好，算完了。算完了。哎。如果你们那个觉得这个录像很好的话，那你们就点那个。Swipe。啊。哦，点什么？点 good。点赞，嗯，而且也是，如果你们也会算这个题的话，可以录一个视频给我看。对啊，如果你没有话，你可以想一个，但是我给你们一个，challenge， 那个 for home。对，就是你需要给我录一个录像。你需要录一个录像，关于题的，关于题的。如果更多话，那也更好。好，拜拜，呜呜呜。